好，真的。啊，你这是放哪会？在听啦，听啦。点点点，在讨论吼，算命啊，你今仔在讨论。我那昨天看见啦，就是啊，高山不一样。是不是看花果？对对，就是。啊。哦，那个等香还是？一样啊，跟和你那个一样花吧，苦花啦、紫斑啦，还有那个没有这里，没有。还有。你这个水太冷了，所以你没有放水。这有名字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名字都一个。你休息，刚才我们休息，休息那个地方是水的。对，这边有。他是来这边，然后中午也可以来这边订订桌，对对。这边短，这边这边短，这边这不错啊，但是很烂。哪里？嗯，好多呢，你都睡在那边了。嗯，都是啊。我没办法，两个人住啊。他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比较贵啊。这张六龟啦，龙一儿六龟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吃可以吃啊，嗯，还可以，我今天上上不中了，对了，我这个给他照相，看了，这照相行了啊。哦，那白痴啊，对啊，阿妈，管理这边这个这边的，他这边还有很多病人来找他，不然一个人住在这边好累啊，哦，点位哦，哦，我也装不爱，没有，发生事情就这边，对，对。你还不跑跑的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人家吃饭啦。从这边呢，他又跑过来这边，对。哦，这边也要看。嗯。哦，这样子呀，好动。哦，今天加菜哟。今天加菜，家里人来围上来，围上来。这边几个好一个。这闽南人真的，我们那边的大人真的。真的，真的哦，这就叫了呢。真的，真的。这边三十公里就可以了，你那不够的呢？你那不够呢？你那五升五升钱？有啊，他那有些啊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原来哎，你这轮子哇，多大一大哦！对啊，他那他那边是养的是没有，专门布那个专门布那个饲料机，波斯过来就跑一个饲料出来。
他那个他，因为他这个哦，辣，因为他那像那个像那个什么大奶谷那边哦，他们为什么他们的水质不好？嗯，就是因为他们以前的专门卖饲料喂哦，有时候要给没有吃完哦，他那个里面对，但是说你要水要活动的啊，有潜水的话进来啊，让那水那个排出去，但就有啊，这个有活动的水、啊，对啊，有活动就不会。那个、那个小的不能吃，那个大就可以吃了嘛。嗯、有活动的水，它就不会那个水质就不会坏掉。对呀、啊，对你山泉给它直接下来，然后剩下水往河里丢，那就可以了。对呀、啊，然后那个机器哈、哦，我是刚刚去包出来。那如果说你一直喂哈，这个你就会习惯，它不会吃它本身野生石头的那个，它都不吃，它只一来就是就等，它不吃的它会死掉，会习惯性了。所以像那个等于他们以前都是四五六斤的那个鱼呢，他们就不吃，因为他们本身的对啊。不过这也是增加跟游客的互动，对，增加跟游客的互动。他停留时间会久一点，久一点的话，他就除非是说时间到了，他就会在那边用餐吃人家那小孩子在那边玩。除非是说你用那个小一点的饲料，对，小饲料啊，那个小饲料没有一包一次是小包的，要不然你那么多小孩子用那么多，10块钱一包这么大包而已啊，10块钱一包，他都没地方买啊，只有50块，小孩子一吵的话，他就要给他了，还增加跟客人的互动，他时间会留得更久，更久的话他会。就会买你的饮料了，买什么东西的话，这样比较好。放在一看一看，没什么玩头，人家走了。这么讲都给他招上来，不久的话，做不到。他怎么可以做到啊？用网啊，他会跳那个最小，那个比较浅的水里面。那么久都是要给他去捞到来到这边了，不能留在那边了。这有没有卵？有啊，这是这个铁那个有没有卵？孩子，有啊，你在那边蛮危险的。哎，他没有来抓，有李王他们家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他讲对啊。对啊，对，那你这样子啊，那可以是吗？可以啊，这个是炸的哦，很好吃啊。那是开心宝宝遐哦。哎呀，那是开玩笑声。哎呀，开玩笑。难道经过遐来，遐就爱搁入去？无啦。你唔茫怪话，安尼遐就爱搁入去食底呢。无，唔听你咧讲，你茫搁要甲怪话啊。好，你揣个。经过啊。等下若怪就，阮就落去；若无怪，你茫我入去。咱今仔。来，去骑茶山村呀。来啦来啦，进来啦，免翕相啦。我滴啦。这条该看。哎，来啦，滴，起来翕吧。你看教会，大家去教会啦。有啦。
从这，你讲我这耳朵这边，我这是根毛。我听你讲话吼，甲转转嘛，要哪转？遐出来倒车，要哪飞起来？飞起来。我到这里以后，那我去啊。现在装进水，咱这只水也一路一路来。